嘿嘿啦，我今天要继续为他带来圣天使，好吧，这就叫圣天使海军刀，突然忘记他叫什么。然后大家看到我背包有点乱，其实这个地图要用，要用 1.5 碗 ,1.6 是不行的。啊，我没有拿床，我忘记拿床了 ,sorry, 算了，再解释哦。哇，一个。哼，哇，我可能做不了床了。哎，三个，谢谢。那他是没错，就是因为我用到 1.6 碗，所以boss 的血量就会无法自定义，所以就会变成这样，所以非常的可惜。必须，我是没有重玩啦，我重完了。我说我实况的内容是没有重玩，因为英文老师的血量好像就是原本就那样差不多。那么他说有神功嘛？神功的话会有这样子的闪耀白珍珠，我必须找到五个。就可以换到一把神弓，但我还是确定神弓是没有什么太大作用啊。神弓只是虚幻一下，因为打 boss 你不可能用弓一直射，然后、啊、好像也可以用，好吧？那在为了拿到所有神器，为了享受这张地图，我就去找所有的选。今天就去找所有的白珍珠吧，因为毕竟英文课本也算是比较强的武器了。当然，在你要更强一点的话，就是那个在沼泽那边呢，有一个地狱的战士，他那个海绵是比较强的。那我好像找不到，我好像只找到四个，第五个我必须。在找在哪里？第五个是放在哪里啊？不然我也可以先去找稿子的神器。稿子的神器呢？一个，在哪里？哦，我记得铲子是在沼泽那里，然后稿子是在上面，稿子是在雪的那个上面。今天有空还是去拿吧。那应该都是摆在水里啊，这些东西。那我就先去拿全部吧，先收集到弓的神器。再去比较简单一点，虽然弓好像还是没有什么太大作用，我还是要重复，没有太大作用。哎呦！救命！救我！走开！哦，打我一下大喷血！哈哈哈哈哈！走开啦！我没有要跟你玩啦！走开啦！贱人！打我一下大爆射，算了，我还是先去拿这把神器好了。喂，等起来，把这边点起来。然后我跟他说，享受游戏完全都是假的，我要一样使用这种方式来玩，爽快。现在可以顺便收集，然后这两边都有箱子，都放了钻石跟铁钉，我是在。再不太缺就冲啊！Sorry， 啊，作弊！不是懒得自己挖咩？奇怪，好吧，那就。去挑战一下比较简单的好了，算了，不想给我就算了。虽然这个也没有比较简单啊，算是比较简单的。啊，那里有一个。啊，谢谢。冲啊！然后还有一个是在世界树的那个海里，还有一个是在哪里？在沼泽那一边。给我，
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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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好，刚好晚上可以睡觉。上面的 boss 掉的神器是不神器啊，就是装备，该算是。哎，干什么？然后我想要到最高速来睡，会不会突然就被射死，定死在墙上？啊！没按到跳 ，sorry。这种一格一格，它应该是不会升怪啊。我记得是这样，依照麦块定律，它是不会升怪。依照圣天使定律，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升怪。就好，我刚按了一下暂停啊，继续。我待机，没什么。那好吧，我是想马上睡一觉，就是再近一点点好。可是我觉得打他应该不用睡觉，我认为啦，大家就看情形吧。啊，好像要睡觉，我听到大批蜈蚣移动的声音，哦，好像要睡觉。哎，还下雨，落太水，落太水。睡觉觉，在这个啊不行，这里好，OK， 先停止这场大雨，来安心敲你。啊！有反甲，有反甲，有反甲，有反甲！啊！哎，都先把你关起来，乖一点。OK， 那冲啊！等下一个二神怪。冲啊！快跑啊！好，敲你的时间到了。哎、啊、呦、哦、，sorry， 不小心敲太爽。哎、欸，干嘛啦？回去啦！回来哦。我不想在下面打你啊。有、那就这样打吧。哎呀，不怕烧哎、欸，不愧是地狱使者。哇，英文课本完全没有战斗力。上啊，英文课本。哎、欸，好了，哎、欸，早这样不就好了？这边拖戏，拖个老半天，什么东西又喷不出来啊？自杀好了。我说自杀也是要回收床再自杀啊，不是这样直接跳，直接跳场面不太好看，先回收一点石头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把床打掉，我不是？哎、欸，对，再见。哦哦，摔不死，厉害！等一下，你没有权限使用此指令。OK， 那现在就是来神秘大比拼。哎呦，风力三，风力二，燃烧没什么，比英文课本烂一点点。
那烂很多啊，不是烂一点点，烂蛮多的。那好，现在呢，我想要冲到雪地那一边。雪地那边有一个算是比较强大的 BOSS，是死神嘛。找到啦！哈，这个东西就像随机成就一样啊，想找就找，不想找就懒得找。哎咻！三，那还有一个是翻过这边就找到了，但是我想先去打雪地那一边的 boss，然后这棵树上面应该有东西，不然不会派两只，不是两只，神怪装在那边看守。OK，那。好吧，先雪地哦，先打 BOSS 先。雪地呢，在这里另外一边。啊，雪地也可以换一些比较厉害的装备，需要这个26，26好像可以换一把很强很强的剑。但是有英文课本，我想还是不大需要。雪地我来热，然后有死神镰刀之后也比较好办事。因为它算是强力武器。雪人 Snowman，Go！到了。那这里的东西我应该不用给大家过看，多看不是多看。好，上面死神。准备好，我不知道电的东西够不够啊！我今天还要爬山呢。我上一次才在圣天使，不是圣天使，天使海群岛做了爬雪山这件蠢事，我没有录出来啊！爬雪山我没有录出来，我自己私底下爬上去，就是秋猫成就，上面就是秋猫成就。哦，爬个半死哎！哎，那边有小屋哎，等下去那边看就可以，差不多可以做个结尾了。也做了蛮多蠢事的。到啦，哎，死神在上面，I got you, I look you。哎，你怎么自己跳下来？好吧，既然都诚心诚意了，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你能不能再过来一点？这样我哎，不对啊，这样就勾不到我了。哎呦！啊！这样我怎么拿东西呀、不对啊，我这个干嘛拿这个？哇，冲啊！哎！哥，哎呦，想干什么？好，那我想方法应该很简单，先收集一点石头。真的就这么一点点，OK，好，那现在那只 BOSS 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自由的，简直是自由球员，但我也不能再容许他胡作非为，啊，该去制裁一下他。哦，那只 boss 真是搞很久，又不乖乖配合，在哪里啦？
哦，搞超久。可以配合一点，我就不用那么麻烦了、啊。看吧，这是不是很配合？这是不是很棒？哎呦，想干嘛？哎呀，啊哈哈哈，忘记他反家。吃他一刀应该就死了吧？还不会很强吗？还好。好，那我说了吧。那我们今天观点分析结束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会喽，拜拜。